有绿色灯哦。耶、yeah, ，Hello Kitty， 欢迎收听《刚刚班列》。我是刚刚班列车长的110年2014哦，110年9月8号，休战期独战。那我看一下几分钟，8:31所拍的是415的时候，看芙蓉就很远，看芙蓉的用8:22:82有小圈了。我下面干嘛？咱们坐在电风扇就往前。西湖车在这边代币蛮多。啊，刚哥自来见，拜拜。